东东啊，你那个今天有没有练歌啊？有有有有有哈，啊，今天要唱什么？今天唱《运转人生》。运转人生，而且你知道他以前在学校，听说都有参加学校的表演，对不对？就初中的时候有参加三年，就是迎春会唱财神道啊。哇，您的这样的形象唱财神道是不是？迎春会啊，嗯，然后你唱，那你是扮财神吗？就是穿财神的衣服的。我，哦，好想看哦，来唱两句我听听。我们可以陪你。好，来东东的财神道，拿个元宝。好，拿元宝，元宝，元宝，嘿。财神到，财神到我家大门口。有了，哎，捧下去了啊。迎财神，我接财神，把财神接到我家里头。是哟，从此过桥好运。哎，为什么我唱你们就是怎么样？没付钱哦。Okay, okay. 真的有演三年呢，因为一叫他唱财神，到他手就这样，还跟我解释报元宝。其实我们都看得懂。一进歌的时候我就很喜欢这么年轻的声音里面可以唱到这样 的感觉，其实我觉得是很不简单的，你有相当深厚的功力啊。只是说选这首歌曲我会觉得可能有点驾驭的比较辛苦一点，因为这首歌前面是很棒，但是一直到假音的部分其实我觉得你驾驭起来比较没有那么的轻松，等到后面的时候我就觉得该出来的地方那个 power 的地方都有哦，但是那个 pitch 就比较不稳定哦，那个声音要去拿去抓稳那个声音的感觉就比较不稳定，但是我很喜欢你对整首歌的铺陈，尤其到能要收的部分你也收得下来，其实很多人是收不下来就直接放出去结束，但是你可以把那个深情的感觉把它收回来，我觉得那是很棒的做法哦，我觉得你可以再继续加油。谢谢老师。泽东老师好。反正听你唱歌就会有点像那个那时候听到林强的用剑给他的感觉，就是冲，其他以后再说，就是说这个冲的力量在你现在这个位置，在你这样的选择这样的音乐其实会很打动人的啊！你要给我们看到你的精神和一个情绪，这个是现在最重要的啊！谢谢，谢谢老师。